什么是注册代理 ？Amendment Agent， 你的企业需要一个吗？以下类型的企业需要指定一个：公司、有限责任公司、有限合伙、有限责任合伙企业、有限责任有限合伙企业。如果您需要这些业务类型之一，您将被要求在公司注册或商业注册期间指定您的注册代理人。为什么需要注册代理？主要目的是确保公众、法院和政府有可靠的方式联系您的公司。更具体的说，以下是注册代理很重要的三个主要原因：接受法律程序，对企业提出合法法律投诉的人有一个地址来发送程序业务，政府可以联系您，政府知道如何联系拖欠税款或不遵守其他法律的企业，保持合规性，通知您需要采取的任何行动的官方文件转到一个地址。注册代理要求：年龄，如果您使用个人，他们必须年满18岁。居住权，如果您使用个人，他们必须是注册国的居民。如果注册代理人是公司，他可以是国内或国外实体，只要他被授权在该州开展业务。物理地址，必须有一个处于注册状态的物理地址，这个位置通常被称为注册办事处，邮政信箱不算在内。例如，你不能使用 UPS 商店。可用性，必须在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的正常工作时间接收邮件和签署正式文件。谁可以担任您的指定代理人？唯一需要注意的是，您不能将您的企业命名为自己的注册代理，需要一个单独的负责方，无论是个人还是外部机构，以下任何一项都可以服务：你自己、业务合作伙伴、高级职员、经理或业务成员、商业律师、提供此特定服务的公司。